我觉得我好像来对地方了，因为这边好多素食哦，根本就是我的天地啊。你们看，这边一个素食，这边也有一个素食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台湾妈祖庙的天神像神，对不对？五天宫。我发现这附近很多吃的，你看那个商家，一大堆的商家，很热闹哎，这里。哎呀，香肠啊 ，N 强啊。哎，这间很特别，香爸爸。那从那边进去看一下。不是拉爸爸的那个爸爸吗？我去看看，这啊，这个叫做东北的香爸爸。香爸爸。香爸爸，我只知道。有一句话叫辣爸爸，哎，基本上就很像鸡卷。你知道，我觉得来庙这边的好处就是，你只要到庙旁边的那个小市集，一定会有素食，我都不怕没有东西可以吃。好好喝。满足，看到这一些小菜，超满足。你看，传统文化真的很厉害耶！我们剪片还可以把 NG 的画面剪掉，他们是现场演，然后还有特效、音效、动作，就噔噔噔噔噔，好强哦！这里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结束这边的行程，逛完了，要来去寻找泊点可以睡觉的地方。你感觉好像在下雨了。感觉啊，就是在下雨啊。我是说，对啊，在下雨啦。啊，你找好泊点了是不是？不是以车为家吗？啊，路边停一下啊，路边就可以睡啊。凡间既然已经来宫庙行程，对，那我们就是来一个宫庙的泊点。宫庙的泊点。我们先停在这里。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应该不是说停就停吧？想说先进去里面问一下。一个人一千一百块，你就自己投入那个功德箱就好了。啊，登记对不对？好。那你停在哪里？哪里比较好？就是有一第一层跟第二层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大部分是我们楼上的停满才有下去啦。一人一百投到功德箱里面去。他洗澡就来拿磁扣。哦，好啊，几点以前要洗澡？七点以前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可以耶！哦，一望无际，哇！哎，怎么规个拢是森林系？不是，你是生在森林系的上面。你看，哎，外面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滴雨，然后你看，哇，这个雨棚区。这个挑高六七米的雨棚区，没有雨，没有雨，而且它很高，一点压迫感都没有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没有睡过雨棚区啊？没有，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雨棚区的学员体，对，我们不可能会去雨棚区。对，但是今天来这个雨棚区，它是这样三角形，很像三形屋这样子，然后又很高。而且视野又广阔，而且空气很清新，很舒服。雨棚区初体验。好啦，今天真的是超简单的搭一搭就完成了，可以开始生活了。这里面真的很有福气的，真的假的？很有可能今天会有夕阳了，只要不被乌云遮住就 OK， 看你们的运气了。
哎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在敲钟？有啊。你看这边五点的时候就会敲钟，敲钟的时候是五点。啊，五点就是告诉你什么？要洗澡。哎，不是跟你讲去吃饭哦，因为他这边七点。对，七点以前要洗好。对啊，知道吗？那现在赶快去洗啊，刚都敲完钟了。顺便带大家看一下100元薄点的洗澡长什么样子，而且七点以前的洗澡长什么样子。怎么我赶快去洗？现在才五点多，但是你看他这个人，他洗澡可能要2个小时。哪有屁？所以今麦嘟嘟啊，好了，无咱今麦先来先哭。穿好拖鞋了，要去洗澡了。第一次七早八早的就要洗澡，不过也还不错，这样子比较可以利用时间。我也穿好洞洞鞋了，我要去洗澡。第一次这么早洗澡，五点多就洗澡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从来没那么早洗澡过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拿磁扣？对，那个庙方的大姐很人很好，来告诉我们说，啊，少年呢，你等下先搞紧身躯哦，我等下要回去啊哦。因为我们两个是最后两个洗。大姐。大姐。我们要洗澡澡了。你要洗的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不用吗？啊，不会用啊，不会。这样是有什么？你上面机关哈？你要拿纸扣，然后你放进去，这样才有热水。哦。不要像有些很天真，他放下去的时候怕撕掉，就把它带着收起来，这样子没有热水的。那间比较大，男子那间比较大。右边入口，来去洗澡。这边加落去啦。是啊，你也要一起洗哈。我怕你要整那边，不想那边瓦斯啊。所以如果他没有瓦斯，我插这个卡也是没用。你要两个吗？要嘛，你一个洗澡再换一个嘛。哦，我们一人洗一间啊，我们感情不好。要吗？那一人洗一间啊，这样比较快啊。好 ，OK， 哇 ，OK， 这样就有热水。好，速洗速洗。好好好，洗好记得还给我，这样吗？舒服的洗完澡了，这里的热水真的好舒服哦。通常庙宇，然后你可能只要付100块的这种地方的热水应该不会很热，可是我跟你们讲，这边的热水真的很舒服，跟家里的莲蓬头一样，超赞的啦。有了，哦，滚了滚了滚了，怎么这么早大家都点暗暗的，大家都在睡觉的感觉，大家都躲到车子里面，只有我们这边才刚晚餐要开始。其实它风一直在涌，现在外面有风，大家都躲进去车子里面，是这样吗？车头就是要这样嘛，在自己车内舒服，对，耍废啊！不然不要拍了，我们进去车子里。全年的臭豆腐真的是假的神啊！好吃的东西都那么假的神，好臭哦，臭到我肚子都饿了。现在是差不多了，目前现在只剩下32%。哎，这边晚上真的，你看，听着虫鸣鸟叫声，有没有？啊，虫鸣声了，没有鸟。我刚刚想说这句话好奇怪。你看，很舒服哦。好大自然的感觉。对啊，啊，为什么不我们不早点发现这个地方？哎呀，现在的热水这么舒服。哎，你看，前面那边亮亮的感觉，好像夜景很美的样子。夜景那个就一小趴而已，什么夜景？哎，不是说很难得在这种庙的地方，然后望下去就跟露营区一样有景，是不是很难得？啊，无你就做庙婆就好啊，你来这做庙婆，你就会当先剃度出家，天天山景第一排，要牺牲这么大就对了。夜不深，可是人很静。你看，大人已经不由自主的把装备都往旁边靠了。现在晚上差不多快9点而已，这边是薄点，那你可以落地，但是我的想法简单落地，但是不要把它搞得跟露营一样，是不是觉得没有生活很无聊？没关系，如果你们想生活，我
告诉你们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太棒了，明天再跟你们讲。嗯，早上吃包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叫奶黄包吗？奶黄包问我，就是这样。什么东西？奶黄啊，一个两颗，算了，才五颗而已，好吧。红起来，哪讲？红在东方甲一幕，英军大大集合了，一路啊！哇！红在南方拼顶火，子孙大大赚机会，一路啊！哇！是的，笑了。哇，你把云雾带到你脸上，好浪漫的早晨哦。你看这样子，这桌子放在那边刚刚好。突然好喜欢这个高度的桌子，就跟露营一样。对，放在车子里。对啊。你看温蒂，吃包子，你要吃包子吗？吃包子吗？嗯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颗全球体积最小、最轻量化的 ZenJu 一千瓦小坦克户外行动电源站。说到 ZenJu 呢，它是美国知名提供户外行动电源类的品牌，它所设计的行动电源啊，都是非常高质感，而且呢，都是功能非常强大的，非常受到商业人士跟年轻族群的喜爱。嗯，我应该是属于年轻族群吧？你们看这个行动电源的外观很潮，它是金属外壳的设计，高质感的提把，随时都好像提着行李箱出门，就很像随时出国的感觉。那这一颗呢，它的电芯容量是27840，含有一度的电，这样算的哦。支援1000瓦的电器，多功能充电方式，同时可以为9种装置充电哦。然后重点，这一颗只要8公斤，所以女生出门轻松。带着走，就像离家出走一样，顺便再把这颗电池带着走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到它的面板设计，上方的绿色4个分别为 DC、USB、AC、LED。那它的开启方式是，如果你需要 DC 电源的时候，长按它，哦，它就开启了。多半大家都会使用的 USB 充电 ，AC。那上方你可以看到是这个电池容量剩余的趴数，可以使用的多少时间，然后你输出了瓦数。简单来讲，整个面板是偏向于浅显易懂。2个 AC 电源，4个 USB 的插口，3个 DC 的输出口。那这2个分别是充电口。那行动电源大部分都会有附属的一个 LED， 它的比较特别是它拥有一个大面积的 LED 光源，现在就是强光，哇，好亮哦。然后这个呢，这叫做 SOS 模式。然后再来就是调整，叫我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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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。OK。然后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一颗电池在使用的时候非常安静，因为它没有风扇。嗯，没有风扇怎么散热？怎么散热？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看到它全部都是属于金属外壳，它就是靠这个金属外壳去做快速导热。所以记得啊，要在良好通风的空间去做使用。最后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颗电池是由蔚蓝星球台湾的独家代理，所以呢，你们只有在募资平台或是蔚蓝星球的官网购买，才拥有18个月的保固哦。好啦，这颗电池呢？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到蔚蓝星球的官网去查看更详细的资讯。 OK， 拜。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，因为我们昨天是停在第一层，然后它其实它底下还有第二层，好像还有3、4、5。停在第一层好处就是因为它雨棚区就只有2边，所以中间整个都是宽敞宽
宽敞的，可以吸收到阳光。今天下雨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。早上喝咖啡啊，真的很像我坐在咖啡厅里面，然后享受外面下雨的声音那种感觉。哎，拜托啊！哎，你看遐有树啊卡，啊树啊卡买当乘凉。这棵树的造型真的超美的。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新手来车博体验，因为第一个它这边有水厕，有水厕，有雨棚区，然后也有电。当然电这个部分有限哦，所以你车上如果有一颗电比较不用担心，是不是很好啊？啊，来来来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今天真的想要体验那种焚火烧柴的感觉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你来这边就对了。啊，这里不能烧柴吧？为什么要烧柴？我跟你讲，来来来，看到这边很爱烧嘛，来，这个超大型烽火台啦，别惊啦，你很想过过瘾，看我觉得没烧柴，没有看到火，没关系，来这边让你烧。它里面有那个，看你要100、200、300自己投，自己投来这边烧，哎，那做功德给自己啊。这一层的厕所很干净，超干净的，然后很大，那男厕也一样啊，对吧？那你晚上的话，当然就是你如果要使用的时候，随手关灯，然后你天气好的时候，你在宫庙的虎边，左青龙右白虎的那一个地方。它就是夕阳，人品好的话，那一边就是夕阳，就看得到夕阳。你可以看到夕阳。那你昨天有看到夕阳吗？我们昨天乌云太多，人品太差。人品太差。对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一边它是备有垃圾桶。如果你自己车上有垃圾袋，我们建议还是呢，你们自己小包的东西包一包，自己带回家。如果你垃圾要丢这里，记得一定要帮人家分类好，因为这里不是露营区，他们没有必要帮你做这些清洁的动作。100块而已，真的，自己制造垃圾，自己带回去。自己带回去。其实从上面那一层它是有楼梯可以下去下面这个洗澡的地方，其实它每一层都是一个平台，不过它都是挑高了，每一层都有楼梯，对，上去也有楼梯。如果你是希望完全不要淋到雨，不要晒到太阳的，第二层就很适合，因为厕所就在旁边，它是全雨棚的，车门往这一边开，然后看出去就是美景，就跟我们在上面那一层一样。好的车博点呢，其实就是要靠大家共同的维护。我们今天的百元车博点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像这样子这么棒的博点，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，让我们带大家去看这个世界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